今年的春节档真的是给人非常大的惊喜。唐探三你好，李焕英可以说是本次最大的赢家，特别是你好，李焕英作为今年春节档黑马，从众多电影中脱颖而出，如今票房已经达到了49亿，离50亿只有一步之遥。按照现在的票房成绩来看，其还是非常有希望冲击国产票房最高峰的。相信等待《流浪地球二》上映之后，凭借着之前的良好口碑，这部电影一定也会有非常不错的成绩，甚至有望冲击60亿票房大关。据网友爆料，这部电影将由易烊千玺担任主演，但是成名之后的屈楚萧却有些飘了，在采访的时候直言不讳表示，明明我是主角，为什么将吴京的角色放在第一位，这有些太不公平了。但是屈楚萧也不想想，流浪地球之所以能成功上映，全都依赖吴京的鼎力相助。当初流浪地球拍摄到中期没有钱进行后续的拍摄，是吴京自掏腰包带资金助，并且零片酬出演电影中的角色。只要流浪地球二能够保持住第一部的水准，那么其必定能够超越《流浪地球》第一部创造的成绩。当然，以上都只是网报。至于易烊千玺会不会成为《流浪地球二》的主演，演员和票房都没有官宣，现在谁也不知道。本人之后也会持续关注《流浪地球二》的后续发展。对此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